忽然间一阵雨，雨不停，你哭泣，不安的空气飘荡在风里，隔着距离我好焦急，看着你拼了命，那眼泪变成雨落在我心里，交织成涟漪，再难的路有我陪你，不再冷漠的防备，无论有多疲惫，伸出手，我竟然发现晴朗的瞬间。不管是天气，还是一直下着雨，从今以后有我会陪着你，让我的真心展开春雨，带你继续向梦飞行，跨越了天际，阳光照亮了眼睛，前方的路透亮的像水晶，穿越了森林，能看见另一片风景，你的笑容是约定。第二天就叫孩子回来讨聘金，你哪有这么急的啦？我不管做什么事，母亲都坐在那里，就紧紧给我看。我店的空间又那么小，我也找不到位啊。我真的是有压力的。你用嘴给我咬就好啊，我如果做不对，再给我说啊。哎呦，抱歉。喂，奶奶，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到到。好，你说。从明天开始，我不去店的。啊！你回来头一件代志，就是甲较早同款，甲恁爸迄个钱包啊，摕入来房间藏咧。啊！这你加讲的，我一定会记的。唔是恁，是你，是你爱亲手甲迄钱包啊摕入来房间交予我。这件代志，我敢若爱你负责。啊！唔是拢同款。是安怎敢那我会当摕钱包啊，敢我会当负责嘞？你安尼是对证监会足无信任的。你是一家之主，这间店嘛是恁爸传落来，你唔负责，无是要叫谁负责？人证监会是我的牵手呢，店嘛是你咧顾的，是安怎袂当交予伊啊？你若连这件代志拢袂当予我放心，安尼我是要安怎安心踮咧厝内，哈？好，我知。知就好。念咪要做老爸人啊，爱较捌想嘞，唔通讲咧一尴尬，甲人都阿咧交际应酬，乌白食乌白啉，你是想要给囡仔做歹模样了？我知啦，母啊，恁真话，无你较早休困嘞，好无？我真正是唔知影，啊，不外咧想啥？这什么规定啊？你也毋是外人。袂啦，啊，即摆母也毋是答应讲咱袂去店的啊。而且伊本来就是需要安全感嘛，搁再讲啦。啊，这个本来就是你咧还，当然嘛是你也负责责任，对不？对啦，啊，只是讲结婚到即摆，母也参照伊伫甲咱考试的。我会记你结婚之前。你带我去大伯遐，就一直甲我讲，母啊其实袂歹斗阵，只要顺应伊就好啊。啊，即摆咧，你煞来甲母啊计较。啊，我家己是无差，我只是唔甘你遮尔委屈咧。
我即摆规个人的心哦，拢放伫即个囡仔身上，哪有时间想啥物委屈无委屈啊？对啦，我相信哦，这个囡仔一定会对母啊、对咱、对这个家有真大的改变，而且家庭以后一定愈来愈闹热，就参照恁家共款，大家拢足快乐。几点啊？你看你收拾啊，还袂要出门？无啦，啊，我跟文英讨论过啊啦。从今日开始吼，你是咧找陪你，啊，中昼嘛先穿好，啊，过十一点才出门，过昼才开店啦。哈？过昼才要开店？啊，咱本来就是下晡才较无闲啊，而且咱即摆时间固定落来，客户嘛会配合，袂要紧啊。哦，好啦，啊是讲吼。啊，今即马中昼顿你有传吼，暗顿我才家己处理，安尼你就免麻烦吼。好啦，啊，是有啥物需要，会记敲电话到店的甲我讲。会啦。啊对，啊，今你即马拢食外口呢，卫生爱注意，营养搁较爱注意。我这金孙你着甲顾好诶。好啦。母啊，阮差不多要出门啊，好啊。啊！你囥伫个房间，我来摕就好啊，敢有需要家己摕出来？安尼才袂袂记个啦。内底数目我拢点过啊，啊恁回来写包都紧交予我，我对一下，若有啥物倒位唔对吼，我就随知影吼。好啦，安尼，我来去啊，啊处理交你哦。嗯，我知。啊，有啥物代志会去敲电话哦。会啦会啦，吼，注意保养，好。等下去店里，纸包就交予你啊。你放心，我到店里以后，就会甲伊摕到柜仔内底锁起来，收店了甲小坑里去，再原封不动的给你，完全袂去绑着。我也是感觉对你足歹势。讲这啥物话啦？母仔爱的哦，就是一个安心嘛。我若是甲小做甲愈清楚，伊就会愈放心嘛，对无？咱毋来顾伊的身体，快顾伊的心。真正是好媳妇呢，对母啊这么体谅，感谢呢。这是应该的，好不好？欸，我是恁母呢，你的母啊就是我的母啊。金辉，哎，母啊，金辉，你豆豆行，豆豆行。哦，好啦，我豆豆行，你嘛较顺利个呢。好，好。顺利哦。顺利，顺利。来，豆豆行哈。好。哎，来，你先坐。嗯。陪你看电视。我
看我的金锁有咧戴哦。有哦。哈你咧创啥？卖卖卖卖卖卖播来 ，please， sit down please， 请坐好不好？坐好，好。你来啥？放鞋呢？来。这块对吧？好，几领？五领。来，拢无你。那敢袂买伤济啊？那会。囡仔洗出来哦，大家拢会用会着。多谢你，搁替我小姐做回出去，今仔食饭庆祝一下。林刚啦，我无要生啊，我要等去陪伊啊。恭喜啊！多谢多谢多谢。我无，我先来走。好，真惊嘞。好，谢你啊。母啊，你看丸子有顶着我无？嗯，顶到无够了。啊，不过我丸子搁较够水呢，啊，丸子哎，呀，喵喵喵。嗯。哎，怎个？嗯。我饲，我饲。哦，来来来来来来，我饲啦。母啊，啊你饲我饲袂够。啊，唔知是谁讲吼，我爱顾孙的吼。来来来，啊奶奶，奶奶奶奶，哦奶奶，哎呀乖个，嗯。哎呦，我咧食你麦个人哦，嗯嘿，哎对，好乖乖，奶奶，嗯，奶奶奶啊，好啉的。来来来，来来，爸爸，来来。这里就是地震发生两天后的南投县中寮乡，触目所见尽是断垣残壁，一半以上的乡民都在住宅的户外或者是乡内的国中小学操场搭起了帐篷，干脆就睡在户外，吃在户外。一具具的尸体。阿弥陀佛啊，哪里这可怜呐？哎呀，这件有影足严重的。不过哦，我看足侪人去灾区斗三工，看了足感动的。啊，即摆大家拢安尼捐物件的捐物件，捐钱的捐钱，咱嘛来想看。咱是要安怎斗三工啊？好啊，啊，即摆足侪所在咧募款，看是要捐给倒一个单位啊。我来敲电话华姐学姐好啊，看伊是毋是咧斗募款。啥物学姐啊？就我之前咧台北读册时阵，伊爸叫我去辞职啊。哦。要捐给组织哦，好哦，嘿，好。不过这组织的人，为地动开始就伫咧在古处处立立，不管是煮食还是送物件过，真无简单。就是啊，我之前读册的时阵哦，逐个月拢有交工底款，啊，不过甲迄个学姐无啥联络了后，就转去啊。哦，原来你早就已经甲这位师傅结缘啊哦。嗯。好啦，那安尼你紧卡互伊，看是要怎管较好啊。好啊，我来找他们。在这送来我联络处这边，马上就有人来处理。好好好，感恩您，感恩您。感恩啊！秀霞师姐，嗯，我接到一通电话啊，我看这地址，敢那是咱恁附近那迄个七八市呢？是离阮家近近啊，尔。啊，那呢？这是一间服装店的头家娘啦。啊，无你先值班结束了后，去家拜访一下。好啊，无问题。感恩啊。嗯。喂，阿弥陀佛。
你们好。哎，师姐你好，你好，你好。拍摄呢，现在这无闲，够你走一转。啊，点到是我较拍摄，啊，走来这跟你交流。没啦，没啦，来来来，请坐，请坐。师姐，来，小杨弟。啊，等下。师姐，你到附近了？是啊，我就住在隔壁巷仔口啊，尔。我行过来，一下就到位啊。安尼咱就有缘嘞。是啊。啊对啊，师姐，啊，这是阮要捐予赈灾的钱。啊。阿弥陀佛，感恩你们。啊，过几天哎，我会把这钱的收据提来给恁。收据啊，唔免这麻烦啊。袂用的啦，这收据哦，一定爱写的啊。这个钱都是按十方大德的爱心募来的呢。啊，每一届银是安怎来，拢爱写清清楚楚。哦，嗯，啊，其实也无差，关乎恁自济吼，阮拢足放心的啦。而且吼，阮母啊嘛是恁大爱台忠实观众呢，伊定有咧看，嘛有淡薄了解啦。啊，这边新闻看到恁足济志工伫遐斗三工，阮嘛足感动的，想讲会当做一寡代志，出一寡力。是啊，啊，这个台湾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啊，全国的人拢去甲遐灾民斗三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啊，发出这么大的爱心，大家拢是大菩萨。其实哦，我伫咧台北读册的时阵，我参加过组织，啊，不过等来高雄以后就转去啊，啊，今日拄好拄到你，我是咧想讲。我是不是能继续参加？当然也会用的啊！感恩感恩。文英，安尼咱全家伙啊拢参加好无？我若是知，一定就欢喜。好啊，拢参加，啊，怀疑也无偌济钱。是啊，你一个月减食一顿都有够啊。可能嘛对啦。安尼师姐，我全家伙四个人拢做伙参加组织做回来。真是的哦，大菩萨。现在就感恩你们，感恩感恩。倒塌楼房和困在瓦砾堆当中等待救援的民众，这样的情景在台中县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我等来。来，安慈哎，来，来阿妈看一下哈，你有乖乖无？阿妈跟你讲哦，咱足好运的呢，足幸福的呢。哦，你看迄电视顶哦，安尼播几工啊，看到遐人咧受苦，我就心肝足唔甘的。你莫艰苦啦，人即摆已经尽全力咧救啊，一定会帮助遐个人渡过难关的。就是啊，我，阮今日做一件代志，你听到一定足欢喜的。什么代志？咱全家伙今日吼，拢家己组织做会员啊。家己组织。是有影无？当然嘛是有影，文英无反对。啊，这是咧做善事呢，是安怎要反对？谁知影你头壳内咧想啥？之前我若甲你讲迄事，人拢咧劝人行善，咧讲佛法，你拢嘛甲我一耳听一耳出。你放心啦，母啊，这届哦，伊毋若无反对，阁是真正家己吧？有影哦。啊，那安尼哦，我的心愿都完成一半。什么心愿？阿嫂唔知影，之前我咧甲文英讲，若有想要接近佛法，啊，就爱跟随这个主持师傅。你知伊搞印象无？绝对无可能。啊，今仔日家己啦吼。你莫讲安远好无？我只是咧捐钱做善事，无到迄个程度啊。人师傅讲，发心行善，就是咧行菩萨道。啊，你即马家己回完，就是咧跟随师傅的脚步行。小妹，我感觉有忝啊呢，啊无，你扶母啊吼，来歇睏。啊，好啊。哎呀，这个好。Thank you.
才晚啊！啊，你若无要睏啦，啊，你今仔日伫外口已经走几工个啊呢？啊，你袂忝？袂啊，你哪会忝？啊，即摆收到遮尔济会员，啊，即本劝募本哦，我是愈想哦，愈有精神嘞。无啊，你是把家己哦当作体派身体哦，啊，你无想看卖，你经几岁啊？啊，你膝头是愈包愈多啦，啊，脯仔哦是愈下愈滑。你来减讲几句哦，我就会当较早去睏啊。嗯，迄别人我唔知啦。啊，那你哦，我无伫你个身躯边安尼甲你念两句啊。我看你膝头哦是愈包愈多啦，啊时间哦是愈拖愈晚。哎，我是因为哦暗时搁去顾停车场呢，唔知会拖到遮尼晚。就是安尼啦，我都已经要退休啊，啊你搁兼个临时工咧做。我看吼、哦，归气死死的啦！啊，咱囡仔拢已经大汉啊，啊，你嘛无需要遮尔啊辛苦啊。趁钱人阵，咱还阁会当做，就加减做一事啊。啊，就是因为囡仔拢大汉啊，才会当趁这几年哦，啊，加俭一寡，以后才毋免去挖苦着囡仔。吼、哦，啊，若是要安尼吼，我看你志工的工课吼、哦，来放一寡掉啦。啊，无你这也要做，啊，遐也要冒。啊！你当作你是神哦，啊！你是鬼双手啦！啊！你两阵一工二十七点真久，我敢若做一项代志哦。啊！这工的工课是咱已经答应师傅安尼，是咱要替伊斗当来打呢。是无唔对啦，啊！不过这工的工课是久久长长啊，我是烦恼你的身体。啊！你一日到晚拢伫外口咧拍拍走，啊！其他草面啊草，我是惊你的身体是拍歹去。安尼以后，你是要哪继续去做志工啊？我跟你讲啊，加做哦是加得的啦。啊，咱若愈做哦，迄身体哦，才会愈来愈勇。啊、哦，哇、哦，你哈戏啊，搁愈勇嘞！我跟你讲啦，我咧跟你念吼是为你好啦，啊，要忝唔忝随在你啦。我忝啊，我要来睏，我无咧时间搁甲你搭水果啊啦。唔知是啥人哦，较爱搭嘴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小华师姐，搁要收工咧款哦？是啊，要来去找会员开讲啦。哦。阿妈，你好呢。感恩啊，阿妈，感恩你哦。谢谢。老板娘，哎，秀霞师姐，是要给你的，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你，感恩感恩。秀霞师姐，你好你好。哎，麻烦你哦。啊，感恩感恩。啊，最近你先生的身体敢有较好？有啊有啊，有较好啊。哦，拿得真好，感恩您，感恩您。你好，你好，哎，来，多喝几吧，谢谢光临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来来来，拍摄呢，大哥为我那回照几张来。那有啥物好歹势啦？安住遮尔近着，那有啥物好麻烦？我去外口一个脚踏车哦，连住伫个桥头遐会员，我嘛是安尼个搭过去呢。你听遮尔远哦？嗯，这童年的啊，结善缘，搁兼运动，偌好嘞。对啦，这哦是这个月持续月刊，我昨昏拄啊摕着，拄好摕互你看。我着知你会早醒的来。顶届迄本哦，我有看到两个案例，我看到就感动的呢。这哦，拢是真人真事，真正发生过的故事哦。咱师傅定下第一讲，咱慈济人现身说法，就是一部人间的大藏经呢。就是啊，师傅定下讲的道理哦，拢写在内底，教咱反省、甲转念，我感觉就有地方嘛，就有意义。哎、欸，你真正袂歹呢，啊，愈来愈有进步哦。那是因为你在跟我看家。
你来看啥？阿丽嘞？办会公司的目录啊。我买甲拄好，会当换赠品尔。你敢知影？为着要换你迄赠品哦，你今加开2万块呢？2万块才会当换鼎啊，无万几块换啥？保鲜盒我才买咧，鼎较好用啦。鼎较好用。李文英，你敢知影你鼎换几下卡去啊呢？即摆拢放伫遐无咧用咧，你当我找开餐厅哦？啊，放伫遐有啥要紧啦？无你看有一天我真正会开餐厅，对吧？开餐厅咧。为着我换赠品啦，开遐个时间咧排队，即摆咧搁耽误开店的时间，到时阵我知影，一定有你。好啦，啊你先莫搁念啊啦，咱即摆赶紧转去，较要紧啦，对吧？你看，这片家就有意思的呢。哟，大概跟你讲，你给他印象。安子好不好吃？好吃。下次还要不要再来？要。吃小口一点，我很烫，要吹一下。阿妈，不啊，要不要管了？
即马几点啊？恁搁带丸子出去食物件？无啊，我着。丸子，你来。你甲阿妈讲，拄只爸爸带你去食啥？麻辣火锅。是毋知即马有偌晏哟？搁带囡仔去食遐尼刺激的物件，啊？丸子还阁是囡仔囝哦，你着带伊去食遮尔重口味的物件，你是暗算要家己仔的胃肠泡歹吗？袂啦，无遐严重啦。你家己的歹习惯一直拢唔改，我念到拢变大念啊！结果你即摆要家己囡仔饲到甲你同款三更暝半，搁出去外口食遐有诶无诶，当作我拢无开啦，通念伊着对。母啊，你莫生气啊，后摆我会带伊。后摆。啊，搁有后盖，好啦，记在你啦。一个啊安尼，两个啊安尼，家己的歹习惯唔改，连孙也要甲撮撮排就对啦。无啊，是的啦，后盖我会注意啦。都甲你讲。师姐，哎，这几个来收工底款拢中昼来，搁再两个素食便当，我叫你请几下客啊呢？这哪有啥啦？啊，你中昼嘛是爱买饭食，我过来陪你食饭，咱安尼嘛较有看。啊，只是哦，你暑假这个拢无伫个，啊，若无哦，一定会搁较老滴。是哦，叫伊食菜袂输爱伊命啦。干么呀？你唔知哦。阿丽嘞，我安尼招你食素，你敢没关系？真关系啊！之前阮大家搁咧店的时阵哦，我拢会陪伊食菜啊。啊，不过这几年身体无讲介好，拢在厝内底休困，以前就阁无可以做伙食。啊，恁大家伊也食素？嗯，已经食几啊年啊，而且伊拢会拜佛，足诚心的。听你咧讲起来，你甲伊阁真正有缘呢。啊，不管你是不是常常到店吃饭，你自己也可以赶紧来吃素啊。哇哦，我没像他这么有慧根啊，尤其是我们阿公他很重吃，三顿都不要说啊，这些小鸭都一定要大鱼大肉，要吃菜啊，不这么简单。那你听起来可能是缘分还没到啦。是啊，虽然即摆习惯无法大改，也毋过你观念会当先改啊。食素有真侪好处，毋呐有一种慈悲心，还佫袂去杀生，咱较无去拍着忧愁，咱的身体哦嘛比较较健康。只要你若有心，啊愿意来改，就无遮尼困难啦。我会好好想看。看小金家，好吃好不好吃？好吃。阿丽，我要跳。跳跳跳！哎呀！你是无胃口哦，爱食较少。无啦，我着最近常常甲小霞师姐做伙食饭，啊拢食菜。嘛，听伊讲少济，就想讲肉食较少个啦。嘿，你莫甲我吓惊哦，你若变甲阿母同款，我真正袂动个。你搁讲咧，母阿才甲你念过尔咧，惊传阮食咧重口味咧。对哦。这味转去厝里，母阿一定骂。来，拍拍。安尼就好。你看啦，食到安尼，胃搁咧无爽快啊！无代志啦。母啊，都甲你讲过啊，食物件爱注意啦，你就是无爱听。啊，不管我食啥，母啊一定会念的啊。啊，无可能讲母啊咧念，我连啥物拢莫食啊。啊，活到这样辛苦，要怎啊？婉慈，等一下回家，阿妈再问的话，就说我们吃那个青粥小菜，知不知道？知道。
乌白噶，介咧往白擦。这叫做善意的谎言呐、啊。什么善意的谎言啊？我最近卡咧无爽快啦，心情嘛无好，咱若是无代志，较早转去陪伊啦。啊，就是因为安尼，唔才会叫婉慈小甲骗一下，安尼母啊才会当安心吗？好啦，欢迎转去啦。来，婉慈，走了，回家。睡觉了，小声一点，不要吵到他。江辉诶，嘿、hey. ，你今日若有出门，会记甲我买一只新诶碗仔转来嘿。哈？你讲啥？母啊，伊诶碗池要甲咱分开哦。对啊，伊就讲伊是病人有细菌啊，讲咧分开用较卫生，嘛较袂去甲丸子喂着。啊，母啊病也袂甲人喂着，讲啥物细菌？伊一定是想讲哦，咱无甲伊做伙食素，然后咱无够清气。你莫安尼想啦，我之前都甲伊讲过啊。伊即摆人无爽快，心情都无稳定，一个人都会有白想啊。安尼过生活，敢会上艰苦啊？非得咱即摆哦，着尽量甲伊配合，看伊要怎做，咱着对伊安怎做。啊，你转去毋通阁甲伊讲遐有诶无诶，会心情搁较无好。知啦，知啦。哇，那刘总看到我来了，来，哎呦，哎，这哦，都爱安尼挂口罩啦，啊，搁用咧手笼啦，安怎啦？哦，这味足重诶咧，母啊。啊，无安尼，掺咧消毒水，敢消毒会清气哟？嗯，啊，若无这个味哦，就表示无够卫生啦。非得你着爱会记的，逐工若要流涂骹，水内底着爱掺咧消毒水，安尼才有够卫生，有够清气，知无？啊，毋过母啊，你着爱知影哦。恁即摆伫咧外口，哈，公共场所、餐厅啦，倒位四界安尼出出入入，迄转来哦，毋知要走偌济细菌哦。非得你着爱会记的，逐工若要流涂骹，水内底着爱掺咧消毒水，安尼才有够卫生，有够清气，知无？知啦。好啦，口罩去摕来挂，手笼嘛摕来拢吼。啊！恁去用啥个流涂骹啊？啊，当然不是便宜。消毒水啊！不话即马安尼哦，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做诶。一滴顺意伊嘛毋是办法啦。谁人知影讲伊明仔载阁会出啥物招？阿母啊，即摆呢，你中秋节敢确定阁要继续烘肉？
当然嘛爱，咱是伫个外口，也毋是伫个厝内，啊，考完收收的就好啊。搁再讲啦，母啊甲正兴哦，足久无看到啊，即届看到正兴，母啊一定会足欢喜啦。是啦，啊，毋过你免烦恼啦，中秋节就是要烤肉，无要创啊。啊，正兴即摆咧做保全哦，真无简单，才会放假。等到因阿婆约好的代志，母啊一定会答应的啦。哦，我要买物件。婉慈，跟爸比去大卖场买烤肉用具好不好？好。啊，买完吃咸猪鸡。耶、yeah, ！哇塞！你们出去啊？师姐，对了，啊，带囡仔去买烤肉用具啊。啊，对啊，师姐，中秋节要来阮家烤肉不？天嘛，那乌白粥啊，让师姐食菜呢。我知啦，啊，是阮母阿爸食素的啊。啊，阮本来就会传一寡素的做伙烘啦，你来绝对有物件通食的。好看啊，我也是明年才去拜访啦。我已经真久无食迄烘的物件，迄对身体负担伤重。恁哦，慢慢点点食。袂啦，阮嘛只食一届尔啦。啊，阮先出去，恁同我讲，有闲定来抬杠啊。师傅再见。再见。豆豆来啦，要唔过你嘛要常常甲你的师兄提醒一下，爱叫食物件爱较注意一下，迄身体嘛是爱顾。这的话哦，我大概早就甲念过啊，念到无想要搁念啊。其实哦，我顶多较烦恼阮大家啦。恁大家是安怎？啊，伊即摆就是感觉讲，厝内底拢无清气，四界拢有细菌，安怎清都清袂清气安尼。我真正毋知要怎做才好。啊，可能伊是最近啊破病了真艰苦，伊毋才会无安全感。我看啊，最近你著家己加关心一下。我会啦，我即摆就是伊爱安怎做，我就对伊安怎做啊，可以当安心安尼啦。同学，自己好啊！来，哎呦呦，好好好，我吃我吃，我稳无吃。哎，你真吃啦？多谢。你真正有较无同哦，变到这样体贴。加讲的当然体贴啊！伊真辛苦着呢，伊帮我生一个后生呢。啊，我搁要上班，无我着要斗三工，伊家己嘛要上班呢。你讲。无听你，你听啥？啊！我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哦，这尔浪漫着，啊，不过话牛唔通记哦，到时耳仔搁挂着。哦，话牛歹势呢。伊哦，唔那是值班尔，有当时啊公司若欠人，还是班表无排好，拢嘛叫伊去代班。迄一代哦，都拢两三工无睏，值班才夜班一直上，有当时啊回来哦，拢忝到毋知影人。一透早起来，就又搁要去上班啊。哈，安尼敢会伤忝、伤辛苦啊啦？是啊，加上班就加趁钱嘛。甲你讲啦，趁我这么少年，身体勇，当加上班，睇有啥物无好？我甲你讲啊，我唔讲你唔知哦，其实我已经两工无睏了呢。我是下班直接倒来烘肉呢，啊你看，我看过够唔忝？无嘛，对无？我跟你讲啦，我即摆哦，学这个工课哦，训练到足厉害啊！咩？身体爱顾啦。好啊，你辛苦啊，来，加吃一挂，报一下。已经叫我们报一下啦，报一下。你吃。你饭未？甲卡未算好啊？你去互母阿吃。我头头已经摕一半入去啊，啊，不过母阿拢无叮当，讲等下再吃。好啦，先下。饭食哦，较等下想要吃。哎，汽水啉伤多，我来去变数者，等我者啊。阿谁要过啊？这歪哦，这歪哦，唔能食着哦。阿妈。这消毒水明仔才烫啊。哦，我倒要来你涂骹无？
流涂卡。对，今仔日开始，这卡钱包啊，都交予你保管。其实心内还阁是希望咱陪伊啊。我这个后生哦，真正甲你袂比的。哎呦喂，母啊！你妈妈有恐惊以后无法度搁再行。淑丽，真心中风啊！人文英专工来看你呢，你若是去甲伊赶走，都无人要插你啊啦。你就爱看开的啦。我就希望伊身体当好起来，就算讲甲以前同款，大家你甲我念也袂要紧。那眼泪变成雨，落在我心里，交织成涟漪。再难的路，有我陪你。不再冷漠的防备，无论有多疲惫，伸出手，我竟然发现晴朗的瞬间。不管是天晴，还是一直下着雨，从今以后有我会陪着你。让我的真心展开成羽翼，带你继续向梦飞行。跨越了天际，阳光照亮了眼睛，前方的路透亮的像水晶。穿越了森林，能看见另一片风景，你的笑容是约定。